易经发展及策划有限公司强势进驻北区，汾岭安全街18号将成为区内独树一帜的地标式大厦。近期汾岭区的工商铺物业炙手可热，本季总共超过10亿的投资金额，展示投资者对本港工业物业市场的强劲信心。加上政府新界东北发展，将会大规模发展东北区住宅和商业项目，将为汾岭区开拓更理想和优质的生活环境，带领人流和商机直线上升。今天实力超凡发展商匠心打造新世代楼花项目安全街18号。项目优势尽显，机会难逢，与准业主携手拥抱投资机遇。